该奉法，天之尽究，亦相提示。若不结婚，无天崩解，无蛟龙，现在就是你了解过往的开始。好，我等你。 喂，囡仔，爱安静。《滴电传》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片《霹雳天蛙》第13章《最后的爱人》。《霹雳天蛙》。